们坐着园内的观光车，现在下车到另外一个景点去，这样可以快一点到达。这里也是风景非常好，山峦叠翠，气候温润。别说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熊猫还是很会捡这个风水宝地的。有巨大的芭蕉林，金桂树，桂花开得非常多。